鸭子有什么区别吗？但坐车不好吧，坐车想看的时候坐完车就可以自己看企鹅。哦，动物园怎么办啊？嗯，小企鹅。那不错呀。上次这儿的企鹅丢了两只，然后靠走了。然后给扔到了一个什么小烟儿上。Sorry。哎呀，太可惜了。哦，毛也撕了个，然后那个背好像被那个海狗追过。这个品种刚刚一起洗的，不是一个。真的是可爱。耶！就咱们青蛙的。可爱，对，它给你卖出这么多，企鹅岛、青蛙岛。被那个这边特有的那个海滩上那个狗追了好久，然后扎到一个石头缝里，瑟瑟发抖。